大胆更新。有劳叶总长了，你只管去忙吧。待办之处，还请见谅。在下还需立即去安排后续事宜。哥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萧炎哥哥。萧炎哥哥的老师，应该从婚殿中解救出来。我要叫老师来。姚晨，熏儿背后的事，果然厉害。那便是药尊者，药尘老先生吧。不要人能及呀、啊！我们与他一折的炼药术，在斗气大陆可少也全是药尘的弟子。药尊，少炎哥哥，凭你如今的身，如今他竟被魂殿所困，必有过几面之缘。没想到你万万不可冲动大意。放心吧，本难从魂殿手中救出药老先生，即便有着二位斗尊相助，也很……少炎哥哥，你。短时间内我不会主动去找魂殿。你呀、啊、查到萧叔叔的下落了吗？我就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。自从父亲失踪后，会动用古族的力量寻找萧叔叔的下落。萧炎哥哥，我回去后小子，不会忍不住？忍不住？
小姐和那……我这是路过。老元老，你二人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想喝一瓶。我先休息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小姐请早点休息。夜色已深，小姐早点回。还是十里。Thank you.
法花哨，结硬反慢，都是他吞噬灵泉同灵最终的那小家废物，不堪一击。灵泉这小子此次算是自取其，怕也是有一席之地啊。灵车道实力即便是凤年族年轻一辈，今日我呢，活该。秘法倒是不错，也未曾达到我所希望的一半。不用这，你直到现在，也可惜你没有足够坚固的根基，纯属无稽。从你将你擒拿之后，好好治你，他给什么东西？不足，是小姐，走吧，回。